台南会到训练中心训练时间，我会批发时间。迄、那个消息，我到我老爸耳旁，我老爸叫去问，讲你讲会批发时间到影？我讲有影嘞。伊讲那安尼，我讲我收你几啊？我老爸问我一句话，你敢有卡输啦？我讲无嘞。我感觉甲你批发，我讲唔嘛，讲安尼。他们可爱听话，用武力当然会必输受害的人会不满，所以武力是无效的。我现在回去了，唔通听话过关任何一个新兵，但是我武器搁较强，结果迄期的新兵结交的时成绩比以往拢较悬，我可能。甲我的天地嘛，一也足济。第二点，我咧讲，阮小苗子含我咧小吵，我讲袂使跳舞。阮老爸有我转来，阮老爸问我讲想怎？我因为跳舞，阮老爸问我讲你敢要跳舞？我讲捌的，用你个当跟小妹妹跳舞，对不对？讲嘿，讲但是高三来读册，阮老爸讲高三你敢要跳舞？我讲暗话啦，我讲你个当跟小妹妹跳舞。我老爸讲笑话讲，讲你到三年还阁讲无对，着爱读册。我笑话讲，我银行万人约束好后，我去袂使。我老爸讲好，银行袂使去，但是以后一定要甲恁兄哥签字。自此以来，我老我笑话唔捌单手跳舞，但好，佫要听好势。所以天道不如天道，这是我现状。讲我老爸是台湾贵人之一，的原因感谢。感谢这个。